cloud hugger。这趴趴根出门就能买到，我都是买来吃的。我家也没有，我家不种水果，我家有树，你买过？我家苗木最多，要买树的可以找我。买什么树都有，风景树、桂花、银杏是最多的，还有紫薇、紫荆花。然后各种花都有，还有辛夷花，白玉兰，红色的叫辛夷花嘛，红玉兰、白玉兰，茶花我家也挺多。回济南了吧？没有呀，我不在济南，我在成都。成都都江堰苗圃多，对，我家就在温江和都江堰，我老家是农村的嘛，就在温江和都江堰交界的地方，所以我老家也有很多树。所以我老家也特别多树。寿安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寿安。就在寿安交界的地方，看来你还是对我们这一片挺熟的。煮点米，去过紫薇公园哦。蒸点米饭。几个人住？我妹，我爸妈，我四个人。四个人住。寿安村里买了小产权房哦。寿安村里是不是就是那个有是也是小区吧？是不是也是小区？我记得那儿有个万人小区，是不是在那边？那边有个万人小区。泉水人家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了，我知道。就是了，那地方也行，挺不错的。
把这个骨头拿来炖汤，棒子骨。你不用高压锅，不用，我用砂锅炖，用砂锅炖。啥都往这儿放，肯定没有一万人。那个地方叫万人小区，他们都说是万人小区。他就在那个金马河的边上，对吧？就金马河，金马河离那儿挺近的。哦，对，砂锅好。慢慢等就行，不急，晚上喝的，晚上和早上喝的。太大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收拾它了，我感觉我做不动。知道那个小区，鸡好肥呀、啊！这么肥的一只鸡，户外滩公馆，哥们儿，你这是多久没开播了？这不，我再不开播，别人都以为都传言我患癌死了。然后他的理由就是我们这样的，基本上大多都是我是小时候外伤出车祸受伤的，我得赶紧出来澄清一下，我还活着的，太可怕了。我发现我听到了这事儿的时候，我真的一脸懵逼。这是什么？怎么急？